万的时候，哇，头髪都软幼幼啊！你看一寡老岁仔阿伯，你看头髪拢啊，敢若幼毛安尼，哎，人伊少年嘛是足粗的啊。嗯，甲囡仔共款，老来甲囡仔共款幼幼的。对，迄就是新陈代谢较缓慢。啊，敢若讲营养吸收较慢。咱的头髪吼，甲肩胛就是咱的末梢神经。咱的全身躯的血吼，营养吼，拢供给咱的器官以外。脑中的啊，脑甲尾流是末梢来供应这个头髪、头髪甲肩胛，所以讲人啊，食老吼，咱的血气较弱啊。这个会讲一寡歹听，就迄个头前的遮都咧供应袂啥够啊，啊，你哪有哪有时间来用到后壁？所以讲伊的哪来营养愈无好吼。啊，所以头髪愈来愈油愈油啊，发落较缓慢。咱平平一个月吼，老岁仔一个月头髪无讲介长，啊，少年一个月讲头髪长，发较多呢。对，啊，是啊，到落尾啦，是啊，变白啊，伊体质较无。啊，伊变白的原因就是咱头髪内底有三个因，一支头髪哦，你甲切开哦，摕显微镜来去看，有三个因。你这有三个因啊？嘿，三个因。啊，头一因就是外口，这因号做啥？号做鳞片组织，鳞片。鳞片就甲竹笋同款，竹笋咱知一包一包安尼，咱头先饲的其实是安尼哦。哦。敢若竹笋一包一包安尼。伊是成长起来。迄个第二缘、第三缘，到甲第三缘内底是中空，咱每头壳头先是空壳的。中空去到头壳遐算也是尾流。毋是，规支头毛。后尾头尾流哦。规头毛。哦，规头毛算个中空哦。嘿，甲啥？甲硬材同款，硬材内底空壳的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空壳内底底啥？底色素。哦，内底有色素滴啦。咱黑色素、黑色素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咱食老了，身体歹，咱的营养较歹。较无够遐。那个色素褪色，褪色，就变白去。啊，变白去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哦，啊，你拢爱换爱研究这呢。色素、色素已经褪掉去啊，啊，变白。哦。啊，所以有的人什么吼？啊，你白吼，人老退化以外，啊，佫有一项你身体无好。嗯。食药啊。哦，食药啊，这段时间你食药啊，食了吼，啊，算讲伊色素去哦退掉去啊，啊变白头毛，啊白头毛有人讲哦，啊我这阵人身体破病哦，啊白头毛白到安尼，啊了后身体佫调养吼，啊佫变乌，哦啊伊慢慢诶，最近这两年我头髪佫变乌，啊就是啊，啊伊算讲伊个色素佫再恢复起来吼，诶，迄时啊呀，啊较中年才有法度啦。咱人啊，老年啊，老吼，退化吼，比遐无大变大。你咧要恢复倒转较少啦。少咯，少少。有，还是有。身体啊，真用才有法度吼。对，有诶人